众请合掌。恭迎诸法和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众向诸法和尚一问讯。谢谢，请坐。这个是悬空的，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研究老半天，但是他是用。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本来有事要离开了，然后占地法师跟我说：“师父，他们都还没离开，你不能离开。”意思是说他们都还没有去净土，我也不能去了，所以要我那带着大家来修佛前。十供养，我想就像有人供养你你喜欢的东西，安尼欢喜呗，就欢喜。所以我们佛弟子就像一个孝顺的小孩子，要如何令诸佛菩萨都欢喜，这个就是一种最好的供养。当然供养有所谓是供养，就是这些供养品，但是呢这些供养品里面所表达的法更重要，我们叫修持供养啊。比如说花代表忍辱庄严，那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不生气，充满欢喜心，包括自己在生病都能够显现微笑祝福对方，这个才是最好的供养。那这样修持供养是让诸佛菩萨最高兴的事情，因为佛示现在这个人间，目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如何念一下离苦得乐，同成佛道。佛陀经过累劫的痛苦的牺牲的奉献的修行，终于走出痛苦，由凡夫发菩提心，消除业障，累积资粮，最后成佛。所以他要把这个成佛的道路告诉我们每个人，不单人，所有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所以真正的修持供养是什么意思？来，承担诸佛利他事业。所以佛在做的，我们这样子供养，也答应一切诸佛说，我们将来会跟你一样成为宝济如来，救度所有众生。我们会跟你一样成为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救度恶鬼众生，救度地狱众生，乃至救度所有众生，
往生净土，最后成佛。我想这个才是供养最大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每次在做供养，各位以前如果有参加过施生法，前半段都是在观想，透过这些护法空行，就像天女一样，我们把我们身体都洁净了以后，然后呢切成一片一片啊，就像水晶一样，然后这些天女替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供养给诸佛菩萨啊，然后上供完以后，这样呢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那佛菩萨再把我们的本来不清净的身体化为甘露，然后来替我们下施给这些魔啊、冤亲债主啊，所以令其欢喜啊，连魔冤亲债主都欢喜了，欢喜满足啊，消除恶意，解冤释结，那这样就你也不会被伤害，这些冤亲债主也不会造恶业。所以每次我们做供养的时候，都很喜欢把所有的供养观想最最圆满、最庄严啊，就像啊这边有一些多玛，这个多玛是对他们藏传佛教西藏人，他最好吃的就是这些多玛粉而已啊，糌粑粉，有这些糌粑粉加奶油啊，是他们唯一的做成最漂亮、最好看啊，来上供，然后有一些拿去下施。所以整个大乘佛教成佛之道的修行，就不离开在杯子上供三宝，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啊，普度有情啊，希望所有这些父母有情最后都成佛。所以我个人很喜欢，也鼓励各位多念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那我想以前我们在这边都念过那个本子，各位家里搞不好都两三本了啊，但是要把它拿出来念，以诸佛的本愿成为我们的本愿。就像很多人很喜欢谈一心念佛，什么叫一心念佛？就很专心吗？那专在哪里？为什么？与阿弥陀佛同行同愿四十八大愿，愿所有众生九品众生皆可以往生净土，将来成佛，这个叫阿弥陀佛的大菩提心。所以要以这样子的圆满的阿弥陀佛的本愿菩提心来念佛，那并不是光嘴巴念佛，而是你行住坐卧包括睡觉都在劝进行者发菩提心，在行为上深信因果，读诵了大乘经典，代表佛陀的大菩提心，去劝所有轮回的有情以这样子的菩提心啊，广修功德，断恶修善，读诵大乘，同生净土，这个叫一心念佛。所以当然在这一点，如果大家愿意修大乘佛教，我们就要对这个世界叫达观，你对整个世界要了解，而且进一步要关怀。就像我从小佩服孙中山先生叫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种广大的胸怀，除了有这个胸怀，还要提升自己的被利用价值，高能力者服千百人之物。所以我想这一点，既然我们要供养，除了事相的供养，法的修行，希望得到香的多闻妙法，希望得花的忍辱，相好庄严等等，最主要是我们也希望成佛来供养诸佛，一佛出世千佛欢喜，只要发起这样的心态。所以我想以大乘佛教的修行是不分在家出家，只要你表达你是一个念佛的人，或是劝各位手上一定要带着念珠，因为这个念珠较量功德经就说了，你手上只要带着念珠，那你就让别人种下解脱的善根，你也不堕落善恶道。
因为人家都知道你是念佛人，你要往生净土。简单的说，大家学大乘佛教就要有那一种成为人上人，成为众生的光明灯，成为众生的皈依者，要发起这个自皈依佛，不但我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这个生命的大道真理而发无上菩提心。那各位如果是如此，你每天在供养，那你的家人会因为你的供养而知道，哎呀，就像你的儿子说，他想要去最出名的大学成为博士生，博士研究，将来他要成为一个社会上最有用的人，你会觉得很欢喜。所以每个人，我想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很远很远，因为关心的是整个法界所有友情所有地方啊。缅甸现在有一点不安定啊，这是我们的事。泰国那里是我们的事啊，现在冬天到了，哪一种动物被杀都是我们的事。而且地狱道随时24小时都有很多的众生在那边受苦受难，都是我们的事，要达到一体一体。所以我经常讲这句话，念下来：放下个体，融入整体，成为一体。我们叫入法界性，你要跟佛菩萨声闻缘觉合为一体，你要跟六道众生合为一体，最后呢，大家都成为圆满的佛性。所以简单的就是要让我们学会关心外在，关心世界，然后我忘了自己，甚至要让世界成为最庄严。所谓供养，因为我们了解佛菩萨的圆满，所以各位看大乘经典要多看佛的果地功德是什么啊，死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啊，种种的相好庄严啊，净土的庄严，色受众生的庄严，这些要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对不对？哎，不当困去。我知道各位没有在睡觉了，但是佛是觉醒的众生，众生是还没睡醒的佛。那这一点一定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所以我的师父，包括我的师公真华长老，我的皈依师父法正长老，他们用各种的方法都在提醒我们的出家人，说我们出家人是人间的光明，你连穿一件衣服都要非常注意，头发、指甲、胡须、走路，没有一样你可以一点点疏忽的。你连戴个手表、戴个电珠，你都要知道多少人被你影响，因为出家人菩萨不分在家，代表佛在这个世间开车走路讲话一切一切。所以各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感责任感去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表现出一个大乘佛弟子的特色，就像我早上讲了，再念一次：柔软、利他、慈悲、承担啊，乃至由大悲心修忍辱心啊，利他的思维，有甚深的愿，也愿得生甚深处，才有最后才能够圆满普度众生成熟有情的任务。要把这个定成我们生命的目标，而融入于我们的生活。但各位记住，千万不要听我们这样讲，哦，那我不上班了，我那个也不干那个也不干，然后我就专心去修行了，那你又错了。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的精神，我们现在必须在日常生活去取经，找到生命的意义。我们读了再高深的佛法，那你必须把这个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你不可能要求你家里的人读经啊，但是必须透过你的心态、人格、身口意表达出所有经典的意义，包括各位很熟悉地藏经，地藏菩萨怎么样发心，怎么样孝顺父母，我们必须透过我们表现出来，
而且这个表现出来就像禅宗，不立文字，也不是语言的，它是一种影响力啊。你不生气了，那旁边就气不起来，你断欲望了，有欲望了就生不起来。那有些人听到这样说，那师父我回去就跟我先生分房睡，你叛变啊，这是你的家庭责任，你要好好的跟你先生好好的恩恩爱爱，而达到真爱，想了解吗？这个就是五方佛贪嗔痴慢疑，把它提升到最高都没关系，化为五种大智慧，请记住。你是个女生，很喜欢漂亮，你给她告诉她你不要漂亮啊，然后你不能穿那个，她会痛苦死的。你要说你要漂亮吗？学一个榜样，观音菩萨最漂亮啊！你要把所有的功德成为你身上的珠宝，叫璎珞。你要表现出啊那种最圆满，就像我们要训练一个皇后、训练一个女王登位一样，那种威仪。你看古时候那些登位的戴的帽子，哦，一跌倒就完了，对吧？啊，但是他必须这样承担。我去日本看。那么那些大法师在办大法会，他请插架啊，高野山，然后身体好几件，声音比我还洪亮，还没麦克风的嘞，啊，然后非常的威武庄严，哦，我们不得不合掌，哇，显现那个庄严，也有点像藏传佛教他们跳金刚舞的时候，他不是人了，他是莲花生大师，啊，他已经显现这个。而让别人升起信心、欢喜心，马上合掌。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修行必须从我们的人表现出来的身口意态度，让别人尊敬你。因为佛教的修行是来自于尊重众生、尊敬。那你尊敬对方最好的方法是你被尊敬。所以菩萨道不分在家出家都可以摄受弟子，各位记住，优婆塞戒经写得很清楚，菩萨不分在家出家都可以有地主，了解吗？为什么？你成为别人跟其他众生的归依处，各位要升起这个想法。我想也是我们今天就像早上有这么多协会大家都知道，再一次的再来知道，然后希望大家都去参与，希望大家将来都成为理事长，对不对？啊，成为秘书长。为什么？这个是为了众生，不是为了你自己。动机决定一切。有更多的道场，有更多的协会，有更多的爱心组织，是这个社会最需要。那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要做供养的意义，要把最好的东西都呈现出来供养，也把你自己成为一个最好，你是最好的香，你是最好的灯，你是最好的花，你是最好的宝。所以从你身上里面显现出来，就像一个人跑到一个最美的地方去看完最美的风景回来。所以很多菩萨说，师父我每年都要出国两次，出国两次我就没有忧郁症，因为我回来就在想着那个美，然后我就要计划下回我要去哪里了，他心里就很快乐啊。有一个菩萨说，师父明年圣诞节我跟你约好。我说好啊，我跟你一起过圣诞。我说不是佛诞日吗？他说师父明年圣诞节你带我们去梵蒂冈。我说好。他现在就高兴了，他可以高兴到明年，除了我给他放鸽子啊。但是我去梵蒂冈我很认真，我每次到梵蒂冈我看到他们在唱圣歌，戴着那个红帽子啊，好羡慕，我都在旁边合掌。哎，我光头嘞，人家戴了那么大的帽子啊，拿着拐杖，全部穿红的红衣主教，哇，这样唱了圣歌，真的是上帝来了啊。那这样可以引起人类提升他的生命品质，何乐不为？我说这样可以，如果到梵蒂冈庆祝圣诞节，那有道理啊。所以我想大家也应该学习做一个牧羊人，耶稣是个牧羊人啊，一个提供食物给贫穷的人啊，
一个成为众生的医生跟依靠，跟早上讲的承担了所有众生的十字架，而放出了所有爱的光，如玛利亚一样。那我想这是我们做供养应该升起的承担跟心态，希望大家成为圆满的人，叫佛陀，好不好？啊，所以西方人把佛陀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 The Man， 那种圆满的人。那在这一点必须如此。如果说我们道场盖得再漂亮啊，如何如何，但是人没有达到圆满，那就没意义。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的净土这么庄严，他目的是要训练什么？成佛训练班，对不对？培养班啊，让他有成佛的技能。无生法忍大悲不退转的阿弥八字，他必定成佛。让这个世间多成一个佛，就有多一个净土，就有千百亿佛的化身在这个世间了。那我想我们湛利法师要我带着各位做供养，那我必须讲这个前行，也就是说我每次做供养我都准备好了，我要成佛，所以我再来供养。我要像我们所做供养的一切的庄严啊，花可以变佛，水可以变佛，灯可以变佛。各位都会念点灯祈愿文啊，愿灯具可以成为十方诸佛的佛光，让六道众生看到十方诸佛的净土，乃至愿以弥陀合为一，一个灯就是阿弥陀佛了啊。最容易表现的是燃烧自己，照亮众生。所以这个燃烧自己，我还是要告诉各位，学佛一定要勇敢地面对接受痛苦，唯有痛苦是有诸佛的加持，而你就会显现你的空性跟悲心。在痛苦的时候是消除我执最好的方法，在痛苦的时候是了解众生苦最直接的方法。但是如果你要舍弃痛苦做修行的话，那你就走入解脱道了，因为我逃避痛苦。所以观世音菩萨虽然外表这么庄严，弥勒菩萨虽然外表这么样的自在，事实上所有被杀的动物的痛苦都在弥勒菩萨身上，所有六道众生的皮肤烂掉被砍被杀扒皮的痛苦都在观世音菩萨的身上。所以但是内心他接受叫观自在，但是外表时时刻刻在领受众生的痛苦，这个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这样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的苦厄痛苦，显现出佛菩萨的般若智慧大悲心。这是大乘佛教存在的目的。为什么佛陀出世讲了，念一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无能安之。这个三界是娑婆世界，都一切都是痛苦的，所有有情也在痛苦。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要来安顿众生，要承担众生苦的。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我也告诉我自己，我不再追求任何一个快乐了。但是痛苦是24小时不断的像骨牌一样不断的在上来，但是也唯有痛苦，就像各位爬山，爬山没有快乐的一天，爬完山以后下山也是痛苦。但是我们就在轮回痛苦里面能够超越这个轮回，莲花是以污泥做资粮，而不染不执着它，而且要显现最好的一面，让污泥变成净土。所以世间的所有满足自己心态的快乐，连佛法都不行啊！我喜欢打坐，我喜欢念佛，我们不能讲是众生需要什么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需要的你都要学，包括世间法，因为我们要让他从得到世间的快乐，进一步得到出世间的智慧，进一步得到圆满的成佛之道，你要一步一步往这方面去实践。我现在讲的这个就是早上讲的，有大悲心而愿意忍辱，升起利他的思维，这是第三个阶段。
利他的思维就是，各位，当你在家里自己供养、自己打坐或者拜佛、散步的时候，你的思想要一直想这个：我如何成为观音菩萨？我如何成为阿弥陀佛？对我现在的家庭、社会、世间产生对他们的帮助。而了解众生痛苦而发起甚深的愿力，以这个愿力广修功德和称愿到净土，然后呢，目的是要来普度众生。那这就是我们大乘的叫大悲无量禅定。那么，但是大悲无量禅定绝对不是光打坐诵经、供养、上供下施、助念，日常生活都是禅定。保持这样子的了解众生苦，却能够承担众生苦，却把光、把爱一直给对方。所以，假设你今天得到某一种痛，整个医院都是在医这个病人，你就知道他们很苦。所以，我们发菩提心，所谓的空性，那就是一种全然的接受啊。所以，报纸上任何报的负面的新闻，你要当作你就是那个主角，你在受苦。不要耻笑对方然后你来承担他的痛苦，不管是哪一边，这边也苦，那边也苦，我们都承担，因为没有关系。念一下，一心念佛。当你承担痛苦的时候，不是你在承担，是你把你自己全然的交给观音菩萨、阿弥陀佛，或是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进入你的身心里面来承担痛苦不是用我去超度众生，去帮助众生。所以我想每一次别人叫我去谈一个事情，我一定会自己私底下一直祈求观音菩萨。就像我们便是这一尊莲花生大师，对我来讲是天天都活在我的脑筋里面。这一尊是我在不丹定了好几年终于做好的但是我们必须显现自己成为本尊，就是我变成莲花生大师去承担这个一切，而不是自己。如果你是自己去成功失败，成功你会骄傲，失败你会觉得很痛苦，那你没办法超越一心念佛，全然的把你的身口意融入在诸佛菩萨里面，然后以诸佛菩萨的功德，我们就帮人家念阿弥陀佛，那是我们有十个去念，就有十个阿弥陀佛来加持他，要有这个信心，这样让自己活在这种无我的全然的菩提心，全然对外在的悲心，这个叫念是念佛、念法、念身，当下保持正念，无上清凉。念佛、念法、念身，净土就是在时时刻刻这个状态痛苦的事情永远会过来但是没有道理的事情你通通在你身边但是你必须用这个状态来转化这个世界。所以就像别人排出不好的空气，我负责把它吸走我还带着香水要给对方。所以空气越不好，你的修行就越认真为什么？因为你必须不断的净化。所以我想我们做的上供是想把功德下施给众生上供的功德，各位常听我讲故事，乞丐撒了四颗豆子，因为不能去亲近佛陀，用撒的就能够做三次世间国王，一次天王。为什么？因为佛陀知道他的发心，三颗豆子在佛陀用神通给他放在钵里面，一颗豆子佛陀放在头上，那这个乞丐就改变命运了所以当然我们做任何的这些上供下施也是为了这个意思。好，对不起，我从你精神好讲到你昏沉然后再来就要你精神好一点，然后希望以后各位在家里你在做供养要非常的认真当做这一回事，你一认真旁边的人，你的家人就不得不被你影响闻到一口就领经然后用这样的认真里面，你就会显现改变，昨天的你、今天的你、明天的你不一样。我常讲以后 我很怕看到各位每天整张好好就老去，跟我同样老去都没改变，
各位，海涛法师，请问有没有改变？别跟我骗，真正有啦，就是要改变，不然，对了，佛法是药，佛法这个法是对治你的烦恼，你都没有吃到药，你就每天忙供供供，为什么不叫我去供，叫别人供？啊，我要抢着供，如何如何，那这样意义不大。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会老，都会病，都会死，赶快努力啊！哪怕生命只有一秒钟，不要放弃修行。所以讲到这边，希望各位对世间的金银财宝啊、感情、家庭啊，好好的利用他们，来度他们，来修行，但不要执着这些东西。啊，你今天有100万，眼前一转不见了，随缘。啊，修行最重要，法喜充满最重要，慈悲最重要。啊，这个身体就是会生病，哎呦，什么时候腰也不能动了也不一定，躺下去起不来也不一定，哎，赶快努力。啊，所以各位你要经常躺在床上当做自己爬不起来，没事盖个往生被，对吧？你要体悟，哎呦，我生病，那我心里有没有还在修行，对不对？我能会死，那我现在死以后去哪里？你要有这个无常想，所以那这样你会更精进。好，请翻到第四页。那一开始我们要向各位的头顶前面后面挂了这么多的经幡，佛菩萨的唐卡，真实的佛像，你要观想十方佛法身三宝遍满一切处，然后呢，我们代表的所有的众生啊，你吃过很多牛肉，你今天代表牛啊，你想到小朋友，你代表所有小朋友，你要去观想啊，而且每天做的观想能够不一样最好。对任何的众生你都代表他们，这不是你哦，不是你哦，如果是你哦，你走路都会跌倒。我发觉很多人的供养好像走模特一样，哇，我觉得看你的心宅啊。啊，我们是代表牛啊，我今天走路要像牛一样就好了。啊，所以我要代表所有的众生做供养，这样你可以容易达到无我的状态啊，完全奉献给众生，完全来供养诸佛菩萨，这样是最圆满。第四页，所以大家来一心祈请，一心祈请诸佛菩萨，诸佛历代祖师，历代祖师降临法会，降临法会，我为所有众生，我为所有做大供养，做大供养护法善神，护法善神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六道有情，六道有情冤亲债主，冤亲债主随我供养，随我供养，嗡阿呼，嗡阿呼，这样来祈请。第四页，然后我们法师会唱念，然后我负责敲铃打鼓啊，这样最圆满。大家也可以唱，最好要观想，止观双印啊，唱还要进入这个观想，变成实际的情况啊。共享声戒香，当愿众生心神安宁，身体洁净，三业清净，多闻妙法，供花。释迦王。
相生微妙万行，开花结果，当愿众生处世如花，见者欢喜，生长相结，欢喜真理。啊，我插播一个供养，因为我看到我们色拉切的当家格西还在，因为色拉切最近3260位出家人，他们积极的要打流感疫苗，流感疫苗。那平均一个人啊，他们是从老格西先打啊，慢慢在重病的慢慢在普及，一个人大概需要500块台币，所以呢3600多人合起来应该160多万，是吧？所以我们最近发起，赶快让他们打，然后各位就可以多去登记，好不好啊？啊，能够供养出家人医疗。因为这个流感对于新冠肺炎都有帮助，可以减低它的感染率啊，治愈率，所以希望大家多做，好不好啊？啊，然后当然，如果新冠肺炎那这个流感打完了，还有剩余的钱，就可以增加他们的医疗，这是对我们很大的福田，因为能够供养出家人这些医疗，我们生生世世不会有这种传染病的劫难，也就是说不会得新冠肺炎。所以我也要这钱是大家供养我的，今天还供养我很多呢啊，所以我把这个钱10万块代表大家供养我们色拉切打新冠肺炎，其他交给各位供养了，好不好啊？谢谢我们格西慈悲，阿弥陀佛。好，好，再来供灯，各位要观想啊，整个世界变成1000000亿盏菩提心灯啊，诸佛充满，脑筋要会练习，好不好啊？练习到你的脑筋非常的活泼啊，来供灯。心灯供全慧眼重重。光明，当愿众生眼睛明亮，事业顺利，获证知见，智慧圆满。供徒有全愿地象征甘露水，抚慰众生烦恼，当愿众生身心清净，相貌庄严，远离烦恼，人缘良好。再来要供水果，我还是要提醒各位最近多供水果，为什么？消除疫情最好的方法，消除吃肉的人的杀业最好的方法啊！就爱吃肉的人，你帮他多供养水果，断除他对肉的执着，但是最主要可以消除灾害，远离瘟疫啊！这个水果的很重要，供果。修因积果，心满三千。
象征出世圣国，当愿众生远离瘟疫，不受灾害，享受快乐，早证佛国。贡茶。蒙山觉舍独占仙春朝春象征清醒，当愿众生口齿芳香，永离可爱，安乐傻病，巨大福报。再来重点供食物，每天各位最好都能够买很多饼干食物啊，上供家里的诸佛。那你家里也有水神门神啊，门口啊你要摆一些动物啊，在家里可以圆满上供下食，然后呢再把这些食物啊捏碎啊，或者去做烟供啊，给鸟啊，给流浪狗，给鱼啊，这样快不快乐啊？快乐得很啊！所以以后煮饭煮多一点啊，多了好几碗，哎呀，加一点酱啊，或是他们吃荤的就加海苔酱啊，让那些流浪狗吃完了啊，那些众生无形众生先吃，有形众生也吃，所以大家观想无量无边的甘露食物，供食物。体乎美。象征禅悦妙时，当愿众生力大无穷，寿命绵长，众人爱乐，辩才无碍。供宝物，色心象征法宝，当愿众生消除业障，心得安宁，福寿绵长，永离恶道。来，各位有带念珠的把它拿出来哦，赶快做供养啊！用我们的念珠加上念佛的功德来供养诸佛，那就念珠越有力量，将来这个念珠可以跟别人结缘，那你再努力再念啊。所以就一直跟众生结缘了。来，供宝珠。轮王宝贵妙生圆明如王平生有空门山
象征摩尼宝珠，当愿众生相貌庄严，风度美好，破除千滩，速证圣果。共僧伽衣，僧伽上佛迦舍金翅，金钟象征柔和忍辱，出离生死，当愿众生所有安全，不遭破坏，色泽柔美，具有财宝，不空摩尼供养咒。嗡阿摩嘎波萨摩那巴美巴扎拉达嘎嘎达波罗哥帝萨曼那扎萨拉吽嗡阿摩嘎波萨摩那巴美巴扎拉达嘎嘎达波罗哥帝萨曼那扎萨拉吽嗡阿摩嘎波萨摩那巴美巴扎拉达嘎嘎达波罗哥帝萨曼那扎萨拉吽。我们马上把上供下施的功德做回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持供养，持供养，上供下施功德，上供下施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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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各位在家里每天都做一次，好不好啊？做久了你就背下来，背下来你就很容易观想啊。有人问我说，师父你的叮叮叮我能不能买一个？ OK， 你自己买啊，因为这个叫音乐，用好的声音供养，只要隔壁不会吵到别人就好了啊。你要用磬也可以啊，敲个木鱼也可以啊，敲个铃鼓啊，你会，我想大乘佛教就要激发那种伟大向上向众生的力量，不能消极，不能低沉，好吧啊。所以修大乘佛教最那种出世就很会讲呱呱呱呱呱卖恭维啊，那种人他要有活力，有魅力，了解吗？有力量，不然佛教会消沉掉。所以我师父以前包括郑化长老常跟我讲，我们要是像你会讲闽南语，我们就跑遍台湾啊。所以师父常跟我讲，哎呀，他连讲普通话人家都听不懂了，还要翻译啊。他就很羡慕我们这些双语带的啊。所以特别我们最近，我个人啊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就像早上找了一位理事长孙理事长，他们是英文机构啊，有一两百位很好的英文老师，那除了办学校教育，现在就请他们提供给他们很多很好听的佛教故事，先讲给他们小朋友听，学生听，后来就帮他们录影，录以后将来透过网路啊可以用英文传播佛法啊。所以我想不管用各种语文，只要能够把活泼的有力量的跟生活合在一起的，可以得到当下快乐的佛法供养别人，这样就好不好啊？啊，就像各位穿个很漂亮，跳佛舞给佛看，你就很高兴了，是吧？所以我想，学佛应该如此啊。所以我的师父常告诉我，要笑，要笑，你不笑不快乐，对修行没帮助。啊，修行人是要庄严，而不是一种消极，啊，是一种被人尊敬也被人亲切的啊。虽然被人尊敬又怕不亲切，那你这样格格不入，这样太严谨不好啊。要能够合为一体，又能够引起对方的欢喜快乐，
这好不好？希望大家每天都这样供养，好不好？那等一下我们法师带着各位念《金刚经》啊，啊，人人都有一边，都有一部永远不变的《金刚经》，你惨了啊！所以各位家家都有一部很难念的经啊。所以我想，《金刚》的意思，为什么叫金刚般若？能断一切烦恼叫金刚啊。所以智慧能够断除烦恼，可以改变个性习性，那这样啊，你才你从你身上看到圆满的波罗蜜多啊，承办一切，圆满一切，庄严一切。所以希望大家都这样互相努力，好不好？在我们新冠肺炎得到之前，赶快精进呐、啊！啊，赶快证入空性，圆满大悲，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各位现在发发本子。法师要带各位诵经，阿弥陀佛。大众请起。大众恭送诸法和尚。大众向佛菩萨行三问讯礼。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各自出班。等一下，我们。
好，当众请起。好，大众一起跟着法师向上三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请坐。啊，请起，请起，不好意思，我们要起站，炉香站，请看炉香站。爱着
请法师伸桌。大众至诚向法师行问讯礼。好，请坐，小姐。那合掌者，请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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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顶礼。一心顶礼。精神导师。精神导师。上海下涛大和尚。上海下涛大和尚。一心顶礼。一心顶礼。司空司太公。司空司太公。真华长老。真华长老。法正长老。法正长老。卢须长老。卢须长老。洪宗长老。洪宗长老。觉光长老。觉光长老。加持法会。加持法会。一心感恩。一心感恩。龙天护法。龙天护法。护持法会。护持法会。一心感恩。一心感恩。土地龙神。土地龙神。本地地基主。本地地基主。借地做功德。借地做功德。好，请方丈，我们大家也一起来诵《金刚经》，好不好？好，阿弥陀佛。今生也真言，阿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今口也真言，阿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今亦耶真耶恩瓦日那达诃诃呼恩土地真耶南无三曼陀摩陀那恩陀罗陀罗帝为萨婆诃不供养真耶恩耶耶让三波瓦瓦日来波蹦清八金刚蹦清清住在金刚蹦清彼度金刚蹦清黄水秋金刚蹦清白金水金刚蹦清赤身火金刚蹦清定制在金刚奉亲至仙金刚奉亲大神金刚奉亲是菩萨奉亲金刚见菩萨奉亲金刚说菩萨奉亲金刚爱菩萨恭亲金刚与菩萨华严文起说三界尊为名十方佛我今发弘言持持金刚经三宝十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今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一直今就近到彼岸愿佛开为名光
为众生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华归依，以如是我闻，以是佛在色为果，即速即故度言，以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二十世尊十世作一世佛，如是为大乘，即是一切乘众子弟即以本智本处凡事须作一波悉诸依不作而作，是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集中作起，遍带有见有悉作地合掌恭敬而拜佛言：悉有世尊，如来三不念诸菩萨，三不住诸菩萨，世尊三难知三利人，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相复其心，佛言三在三在，须菩提如如说说，如来三不念诸菩萨，三不住诸菩萨，如今地沦为如所三难知三利人，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相复其心，唯然世尊言要一闻，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相复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生，若无生，若有相，若无相，若非有相，非无相，我皆临如无力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我众生得灭度之，各依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所者相，即非菩萨，不知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诸心意，不是所谓不住色，不是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是须菩提菩萨应如是菩萨，不住一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不是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应何东方虚空有十两佛，佛也是尊，须菩提南西北方是为上下，虚空各十两佛，佛也是不须菩提菩萨，无住相，不是福德依佛，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以若所教诸须菩提于因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佛也是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可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须菩提拜佛言：世尊，佛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长即身心信佛，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佛后五百岁，由此皆修福者，以此长聚能生信心，以此为是当知是
不依佛，佛三世无佛，众善根一无量千万佛说种诸善根，闻是藏集乃至一念生净心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可以故是诸众生无佛我相、人相、众生相、说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可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即为作我人众生说者；若取法相，即作我人众生说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作我人众生说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相，亦是以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语者，法应因舍，何况非法？须菩提，因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言？如来有说说法也。须菩提言：如我解佛说，所以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说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和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须菩提，一因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用不是世人说得福德，令为多佛。须菩提，愿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心，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福有人以此经中所知，乃至十句偈等为大人说，其不生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书。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须菩提，因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的是多幻过佛。须菩提言：佛也是真。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如流，而无所有不如色相为诸法，是名须陀洹。须菩提言：何须陀洹能作是我的是多罕过佛。须菩提言：佛也是尊。何以故？是多罕名以往来，而是无往来，是名是多罕。须菩提因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的阿那含过佛。须菩提言：佛也是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是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因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佛。须菩提言：佛也是尊。何以故？是无有法名阿罗汉。是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即为作我人众生说的。世尊，我说我的无增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第一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要阿难那含者云：须菩提，是我所心而名。须菩提，是要阿难那含。我告须菩提，因何？如来悉在燃灯佛说，依法有说得佛，佛也是如来在燃灯佛说，依法是我说得。须菩提，因何？菩萨庄严佛土，佛佛也是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
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身清净时不应诸色身心不应诸声香味诸法身因无所住而生起心须菩提比如有人深入须弥三万亿银河是身为大佛须菩提眼神大师何以故佛说非生是名大神须菩提如恒河所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亿银河是诸恒河沙林为多多佛须菩提眼神多世尊但诸恒河三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是眼高卢罗有三男子三女人一起饱满而说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一用不是得不多佛须菩提眼神多世尊佛告须菩提罗三男子三女人一直敬重乃至说此事句句等为大人说而知不深切不得不持续不敌虽说是经乃至是几句等当知之处一切是天人阿修罗等皆因供养如佛大妙何况有人竟能说此徒诵须菩提当知是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今天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而是须菩提拜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因何奉旨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是名之如当奉旨所以者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须菩提应何如来有说说法佛须菩提拜佛言世尊如来无说说须菩提应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真实为多佛须菩提眼神多世尊须菩提诸为真如来说非为真实名为真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应何可以三世而相见如来佛佛也世尊不可以三世而相得见如来可以故如来说三世而相今世非相是名三世而相须菩提若有三男子三女以恒河沙等生命不殊若有有人以此经中乃至说此事句句等为他人说其不甚而是须菩提闻说是经甚皆以其涕泪悲泣而拜佛悉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为真得闻如是至今世尊若不有人得闻是经心心清净即生是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是尊是实相则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是相是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心皆受持不住为难若当来世或五百岁即有众生得闻是经心皆受持是人即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所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所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如复有人
人得闻是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生为稀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人如波罗蜜，如来说为人如波罗蜜，是名人如波罗蜜。何以故？菩提，如我昔为隔离王，隔界身体，我已而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说者相。何以故？我以往昔皆皆知，皆是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说者相，应生成恒须菩提，有念过去，已无百世。作人若现人，一而说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说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异诸色身心，不异诸声香味触法身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诸色复是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不是。如来说一切诸即是回向，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义者，是义者，如义者，不光义者，不义义者。须菩提，如来说的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行诸依法而行不施，是人如安即无所见。若菩萨行不诸法而心不住，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说此读诵，即为如来一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诸日非以恒河沙等身不施，终日非以恒河沙等身不施，后日非以恒河沙等身不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一生不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离，即佛身彼，何况书写手持读诵，为人皆说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证量无边功德，如来为法大圣者说，为法最上圣者说。若有人能熟此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写的成就不可量、不可测，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何等？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要效法者，诸我见、人间众生见说者，即以此经不能听说读诵，为人皆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他，皆应恭敬坐立为人，一诸法相而善其诸不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说此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世人现世罪业应多而得，一心尽是亲见故，现世罪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依然等佛前，得诸八百十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真实无空过者。若有人以后末世能说此读诵此所得功德，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百千
万一本来只算数，比喻说不能继续不敌，若生难知善理，亦或莫是有所持度送自己所得功德。我若即说这果，有人闻心即困恼，不依不弃须菩提，当知是经已不可思议，果报已不可思议。尔时须菩提拜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何因住，因何相复起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以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可以故须菩提，若菩萨用我相、人相、众生相、说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这个须菩提是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须菩提，如来依然等我说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佛也是尊，如我解佛说，所以佛依然等我说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也如是，如此须菩提是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即不与我说，如意来世得作诸佛号释迦牟尼，亦是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说，即作是如意来世当得诸佛号释迦牟尼。可以故如来这句诸佛如意，若有人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须菩提是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说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彼人生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即为非大圣，是名大圣。须菩提，不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明菩萨。何以故？须菩提，是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所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懂得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须菩提，因何如来有若言佛如是世尊？如来有若言。须菩提，因何如来有天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因何如来有慧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因何如来有法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如来有佛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婆说是沙婆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如意恒河中所有沙有若是沙等恒河沙数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
如是令为多佛，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而说，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众悉如来悉知各异，故如来所住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依者。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须菩提，因何悠悠人满三千大千世界，其报应永不失时，一时因缘得福多佛，如是世尊知。一时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不得永世如不说得不得多，亦不得无故如来说不得多须菩提。因何佛可以具足十身现佛，佛也世尊如来不以一即诸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即诸色身，即非即诸色身，是名即诸色身。须菩提，因何如来可即诸诸相见佛，佛也世尊如来不以一即诸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即诸，即非即诸，是名诸相即诸。须菩提，如为如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非谤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而是非名。须菩提，白佛言是，佛有众生以为来世为说是法，身心信佛，佛言须菩提，彼为众生，为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受法可得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知须菩提，十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无人无众生无说者，修一切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三法者，如来说即非三法，是名三法。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三万如是等其宝具有人之用不施，若人以此般若蜜经乃至是即其等所知度，为他人说一切见不得百分不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是比说不能及。须菩提，因何汝等无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是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即有我人众生说。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须菩提，因何可以生死而相观？如来佛，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生死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生死而相观，如来则转轮圣即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说，所以不以一三世而相观如来，而是者而说即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使人心邪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如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
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提如若作是念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者所住八端眉摩作是，何以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者于法不住端眉相，须菩提若菩萨依满能和萨等世其宝持用不施，若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之菩萨身前不所得功德，可以故须菩提一诸菩萨不说不得，故须菩提拜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说不得，须菩提菩萨说作不得，不应贪着是故说不说不。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说，所以何以故？如来则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须菩提若三难至三逆，一三千大千世界，虽为微尘一粒银，是为尘中灵为多波。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为尘中是有者，波即不说是为尘中所以者，我说为尘中即为微尘中，是名为尘中。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是是有者，即是一个相；如来说一个相，即非一个相，是名一个相。须菩提，一个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即是。须菩提，若人言佛，我见人间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因何是人皆我说所以佛？佛也世尊，世人不解如来说所以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间众生见说者见，即非我见人间众生见说者，是名我见人间众生见说者见。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者一切法应如是智，如是见如是心，皆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其宝持用不施，若有三难至三逆人，发菩提心者，持一持经乃至十世即等受持读诵，为人言说其不生彼因，何为人言说不起因相？如若不懂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影，作如是观。佛说是即一长老。须菩提，具足比丘，比丘尼有波舍，有波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说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无尽藏真言，南无波揭发帝波利罗波罗蜜多依，但知道恩和利地利实利数罗智三密利智所舍依娑诃。南无波揭发帝波利罗波罗蜜多依，但知道恩和利地利实利数罗智三密利智所舍依娑诃。南无波揭发帝波利罗波罗蜜多依，但知道恩和利地利舍利苏卢遮三密利遮佛舍伊娑诃。唵嘛呢叭萨婆诃，唵嘛呢叭萨婆诃，唵嘛呢叭萨婆诃。南无汉来达赖多赖耶耶揭那揭那揭诸揭诸摩那摩那呼那吽诃诃苏达那吽婆摩那萨婆。南无汉来达赖多赖耶耶揭那揭那揭诸揭诸摩那摩那呼那吽诃诃苏达那吽婆摩那萨婆诃。南无汉来达赖多赖耶
揭拉揭拉揭住揭住摩拉摩拉呼拉哄呵呵苏达诺哄婆摩罗萨婆哄咕噜呼噜舍依摩揭娑诃哄咕噜呼噜舍依摩揭娑诃哄咕噜呼噜舍依摩揭娑诃哄萨摩那萨摩那尼摩那萨迦那摩诃迦迦那哇哄萨摩那萨摩那尼摩那萨迦那摩诃迦迦那哇哄萨摩那萨摩那尼摩那萨迦那摩诃迦迦那大众请起。端一身心皆向朝中登王人化皆尊空般若为种种世纪隆重Yeah.
有时否